好，我叫王静，北京人，29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广告学专业。本次来到非你莫属，我想寻求一份通过自身努力展现个人价值、有良好发展空间的工作。我的求职意向是商务、销售和客服类工作。谢谢大家。张老师您好，欢迎王静。王静是北大的继续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是那个不是全日制吗？对，是吧？高中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是职高。参加工作期间，先上了一个大专，大专，对。随后，其实北大继续教育学院这个叫续本嘛？对对对。啊，续本是什么时候念完呢？是在去年的时候。因为你是。从高中职高毕业之后就一直工作了嘛，所以工作的年头也不少了。是的。都干过什么呀？一开始我学的是寻呼文秘专业，就是在职高的时候。学的什么专业？寻呼文秘，那时候还有寻呼台呢。你好，请问您呼多少？对，是这样的。在之后寻呼台不就是咱们就倒闭了嘛，就已经发展的不用寻呼。对。然后我就去了中国邮政，就是前台柜员。前台柜员干了多长时间呢？大概是3年的时间。为什么不干了？是这样的，我在那儿呢也是邮局下属公司签的职员，是这样。邮局下属公司签的职员，所以还涉及到，就是你希望有正式编制嘛？对，因为编制的问题离开了。对，总觉得自己是外人。虽然我很热爱这个集体。离开了之后，你又去干嘛了？离开之后，我就自营了淘宝店。又自营淘宝店了。对。那淘宝店是干嘛呀？淘宝店主要就是卖一些女性用品，大概是2年左右。为什么不干了呢？一个是我代理那个主要代理那个产品，他那公司的那个制度发生了变化，就非常影响我的生意，你知道吗？就一下就滑下来了。然后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我之后选择这个职业，就是我上一份工作原因，就是我感情发生了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变故。感情又变故了？对。怎么了呢？其实张小刚老师，我特怕您问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我男朋友也在这儿。男朋友也在这儿。男朋友哪位是啊？来，大家认识一下王静的男朋友啊！大家好，我叫王强。王静的男朋友叫王强啊，还挺合，貌似还挺合适。坐下。我们还挺有夫妻相的啊。挺好的，坐下。就是因为你在场，所以有些话呢，他说他不想跟我说，没事吧？没事吧？其实我也知道啊。对，你看他也知道什么事我不是自营淘宝店吗？前男友的母亲就认为我跟家待着，就认为我没有正经工作。您知道吗？这是我最苦恼的时候。我生意好的时候还可以，就是那时候一个月可能拿到2万。还是比较支持。后来就是不是说公司这个制度一变，就是那个业绩就一下就下来了。然后就没有那么多钱了，您明白吗？然后就是男朋友跟我提出，就是说那个家长不是很同意，就是说你没有正经的一个工作，就没有工作单位。那后来就和这男朋友也分手了，对不对？对，就是主要是就是家长的反对吧。其实真的非常伤心。您知道当时我的那个生活是什么样吗？我的生活就是一个是工作，另一个就是感情。我生活是个圆圈，然后呢就是这两份东西来组成的。我的工作销售量下来了，缺掉了。我的感情生活没有了，也缺掉了。您知道当时这个人走了，然后工作又是这样，我真的是崩溃。没心思了。主要的原因是这个人走了，对我来说打击非常大。我的这就别聊了。王强在呢。是，我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后选择这个上一份工作的原因啊，也是就在这块儿啊。上一份工作是什么呀？是检察院反腐倡廉法治教育基地的一名讲解人员。那不又挺好的吗？是签的合同吧，也是体制外的。还是体制外，所以你又是因为身份不舒服了？不是，因为身份不舒服了，因为我非常非常踏实，我跟那儿工作了5年，得到领导的认可，我真是很开心。但是，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不可能再继续。你哪个年龄了？29吗？是的。所以你现在那份工作已经辞了。对，已经辞了。是的。是那个合同期满了。合同期满了。然后我就不选择再续签了。不再续签了。对。王强什么态度？我同意他这个想法。你同意这个想法？对，我同意。而且如果他找不到工作，我也可以养他。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大哥，你是干嘛的？你是什么工作？我是做 event 的。
做活动、项目活动什么的。啊，做挺好的。还行。收入也不错。养他没问题。啊，所以就放心就行了，别那么大负担。好，今天要找的那个工作，刚才说客服是选择。有客服类，啊，对，我觉得。客服类。是。还有什么？客服类，咱们的那个职高的专业就有用了，对吧？学呼台的那个就有用了。啊，客服类还有什么？销售。销售还有什么？商务类的。商务类是什么意思？对，我想就是商务洽谈、运营这方面我都非常感兴趣。商务洽谈。谈加盟呀。各方面接待呀，明白了。来，王静的情况就是这样。十二位做出你们的第一次选择，王静是去是留？选择。谢谢大家。居然又出现了十二盏灯都亮着哈，就可能就是因为你回答问题的直接啊，和对自己所处的每一个境遇状况最真实的描述，才成为吸引大家的地方。继续好吗？好的。天生我有才。王静，哎，你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你说你在原来的这个工作岗位上比别人做的优秀，那你能具体说一下在哪些方面你比别人多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吗？好的，谢谢。就拿说在邮局吧，我们同样穿着工作服在前台，在柜员，我就是工作就是办一笔业务的时间会快一些，手特别脆。然后就是我在邮局柜员的时候也销售过储蓄险，业绩是全西区的第二名。然后我们班长回来以后就特别高兴，通告诉我说我是全西区的第二名，而且跟我说第一名是为什么他是第一名呢？因为他是班长，他有一个很大的客户，一笔单子，所以他就成为第一名了。但是我就不是，我是真的是一个一个的跟。就是他有大单，而你都是小碎单。对对对，就一个一个的客户去谈这个储蓄的业务是怎么样的。就是你是在柜员这个位置来做销售的是吧？对， okay, 是的。那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环境。那你跟其他的柜员比，你的销售主要高明在哪儿？我会是这样，因为储蓄险嘛，我会抓住这些客户的心理。他们想为什么要买储蓄险呢？就是因为这个他的最后得到的红利肯定是比存储要高。然后我就给他们算这个，如果您买这个储蓄险呢，存储蓄险，您最后假如三年五年比这个定期存款会多拿多少钱呢？是这样。但是你以前做淘宝，还有做那个柜员的那个销售，都是坐在那儿那种销售。对。所以你是喜欢这种电话类的、网络的这种坐办公室的销售，还是喜欢往外跑的销售？我喜欢后者。喜欢后者。对。喜欢后者。这样子，我问工作是，我觉得你的激情、你的正面气场，哎，工作能力非常棒。我想问你，对这种企业内部的培训工作，你感兴趣吗？因为你做五年讲师，我觉得做培训其实挺适合你的。哦，我明白，就是培训员工对吗？对，因为说有些客服每天接到是负面的反馈，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把你的正面的这种气场传递出去是挺好的。你愿意去不愿意去他们公司当情感垃圾桶？是情绪垃圾桶，一帮客服都已经都不行了，被骂的，再加上这样的企业难免天天被骂嘛，是吧？然后他的情绪都非常沮丧。那你呢，就作为一个讲师，要告诉大家，不沮丧，不沮丧，不沮丧。对，邵刚，你把它解释得非常正确，是吧？非常正确。这样的工作有没有兴趣？是有绩效吗？王进，你的定位一定要清晰啊！有些岗位是我说的，有些岗位根本就不适合你。我告诉你，以我对你的这个人的判断，文中谢谢你及时准确的说了这句话，一定是要清晰的一个定位。哎，王强，你喜欢他去做这样的工作吗？来听听王强的说法。王强，请起立啊！那我岂不成了他的垃圾桶？对了，他非常聪明。他的垃圾一定是会倒给你。这样的工作你支持吗？不支持。我喜欢你。我最后一个问题。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你们问题都问的够多了。这个问题都没问，我就问那个，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灭灯了。你倾向于什么行业？喜欢哪些公司？你也看过很多节目。对，你总结一下。对。第一个是化妆品类的，法尔曼。哦，法尔曼，这是你排名第一的。第二。是的。第二是百合网。百合网，第三。第三是 FESCO。FESCO。这是你有这样的一个排名。刚才 Frank 一直想说什么？王静，我非常觉得你的沟通能力还有你的亲和力，我们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了。我很欣赏你的一点是，你之前两份工作，作为年轻人来说，一份做坚持三年，一份坚持五年，对不对？但是你离开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有给你转正，换句话说是缺乏一个安全感。
这可能对你来说很重要，这也无可厚非。但你现在要求的一直都在强调我要挑战的工作，挑战的工作。记住，有时候有挑战的工作跟提供安全感的工作有时候有点矛盾，要留意这一点，好不好？好，谢谢 Frank 的提示。现在到了十二位做最终选择的时候了，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亮着，主动权到了王静手里，选择。谢谢大家。还有七位留下来听一听他们给你提供的职位，然后你去做选择。好的，好的。来，尊库啊。那我给你提供的是客服，是有 KPI， 其实客服就是一个第一销售能手。好，第二份工作易宝支付，我能给你提供的职位一个是销售，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提成是很有挑战。好，第二个呢是客服，但是我建议你去走第一条路。好，易宝支付两份工作，谢谢，销售和客服 FESCO 网络公司。就根据他之前经验来说，我觉得一个行政类的岗位会比较合适，就是一个行政专员的位置。好，来自 FESCO 的是行政专员。谢谢。优胜教育，优胜教育给你考虑的是一个我们全国加盟事业部的主管，就是我们的加盟产品。好，来，天下秀。那个王静是这样的，我们这边给你提供了一个销售助理的一个职务。那么销售助理这个职位呢，我们可能先会给你一个有经验的销售来去带领你一块儿去服务一到两个大的客户。那么透过这一到三个月的学习呢，你会非常清晰的知道怎么去捕捉客户的需求，以及对客户的需求你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解决方案来去进行应对。来，法尔曼。那么我给你的岗位呢就是销售助理，我们的销售助理呢就是会有一个销售提成。好，白鹤网。我给你提供的这个职位比较特殊，就是我们有一个品牌合作部，品牌合作部的这个商务合作经理，但是这个商务合作经理呢是带业务指标的，收入呢你是有提成的，明白。所以我们的商务合作经理在百合网是最受大家羡慕的一个职业，因为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大量的社会资源。好，同时提成挺高的。好，明白，谢谢。来，七份工作，走上前去，把其中的五盏灯灭掉。因为前面的铺垫，所以最后剩下这两家，大家并不意外。剩下来的是法尔曼和百合网，谈钱不伤感情。入职两个月是试用期，底薪3500。然后呢，两个月之内是没有提成的。两个月之后，我们会根据销售情况，然后给到你区域，然后再给到你提成。我们的提成是这个阶梯式的，根据销售的完成情况会有一个倍增。明白。你要说提成是多少？你管人家提成多少？你说你的。我们是这样的，那个商务合作经理那个底薪是4000。然后提成是我们现在没有阶梯的提成，是10%的提成。我相信你来，而且你在体制内跟他们那些领导也都接触过，就好多都是国家部委啊，还有这个大企业来找我们。你做过这种讲解员，你知道怎么跟那些领导沟通。我们应该说目前来讲就是比较实在的，应该是8000到12000税前。税前是吗？对对。听听王强的主意。你听不听？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听一下吧，听一下。来，王强。我是希望他问一下哪个离家近一些，上班近的话比较好。哎，咱作为一个男的，咱能不提就是那么小，抠了抠缩那么小气的问题。不是刚才都问了吗？薪资差不多吗？来吧，王静，自己做选择，15秒的思考，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法尔曼，还是百合网，还是选择跟二位说谢谢你们，再见。我选择百合网。